特别欢迎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，上帝祝福你们。你知道我们教会叫做恩宠灵粮堂，那意思就是说来到这里就是蒙上帝恩惠、蒙上帝恩宠的人。阿们、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上帝祝福你们。我们也要在这边问候我们在洛杉矶的弟兄姐妹，上帝一样祝福你们的恩高在你们身上。他们比我们慢16个小时哈，那求主祝福他们哈。那感谢主，那么很快他们当我们睡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就聚会了，求主祝福他们与他们同在。感谢主，我们同在上帝的恩惠慈爱的里面，我们充满着感恩的心，因为我们得着的祝福是亚伯罕的祝福，就是掌权倍增这个多产倍增掌权 的祝福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哈。那我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讲一个很特别的主题，就是荣耀教会的意象。那你知道这个教会我们只知道教会，其实教会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题目。你跟旁边讲说，教会很重要。因为上帝所有一切的计划，神所有的计划里面都针对的一件事情，他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。当然这个教会不是指着这个、我们的教会或者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，而是指着宇宙性的那一个教会，上帝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但是我知道每一个教会都荣耀的时候，每一个教会都成长的时候，这个荣耀的教会就会真正的出来。我在想说，我们搬到这个新堂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起行了，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策略，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盼望，我们会有新的一个信心，我们有一个新的道路，我们可以走上去。弟兄姐妹，对，我想说这两个礼拜我想要跟你们讲到圣经里面最重大的一个议题，就是荣耀的教会，荣耀的教会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感谢神哈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好吗？必正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里，万里都要。这样有没有办法分成三格啊？因为我中间会不会挡住一些的人，是不是分成三段，我中间就让它变成黑的也没关系那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这样子后面的这一个施恩座会不会影响你们的眼睛，会不会？如果不会就没有关系哈。那弟兄姐妹，我顺便跟你讲，我们教会的 logo 其实就是一个施恩座，就是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就讲到施恩座 ，mercy seat 就是神施恩的宝座，神施恩的宝座就是神同在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第一次启示摩西，告诉他说你要做一个施恩座，他说在那里我要跟你一带，我要把我的话告诉你，你就可以把我告诉你的话告诉百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神启示我们成为恩宠灵粮堂，上帝把恩宠给我的时候，上帝同时也把一个英文的名字就是 mercy seat， 就是施恩座这个启示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神呢，这一个地方呢就叫做施恩座，这个讲台呢就叫做施恩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就要把上帝的话来跟你们分享，好不好？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再读这第一节跟第二节，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跪这山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再读下去啊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登雅各神的殿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弟兄姐妹，在旧约里面用耶路撒冷或者用锡安来代表什么呢？来代表神所要的，在旧约里面神要得到的叫做祭司的国度。那在新约里面，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启示，祭司的国度到了新约就变成叫做教会，叫教会。所以这个预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神借着弥迦这个先知来讲到他对这个
对耶路撒冷，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整个的瓦解了，整个国都已经瓦解，但是上帝要借着他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上帝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上帝要恢复他的宝座，恢复他的宫，他的帐幕，那恢复上帝的荣耀在以色列人的当中。那弟兄姐妹在旧约里面所讲的，用一个图画来告诉我们，当然弟兄姐妹，教会到底是什么呢？他就借着这个耶路撒冷，借着锡安山，借着圣殿来告诉我们上帝要的是什么哈。那这边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第一节哈，那这个就讲到教会哈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就打下去哈。这个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山呢必坚立哈。所以弟兄姐妹就告诉我们说，万事万物都在改变，可是有一个山呢一定会坚立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山是什么呢？就是指着教会来说的哈。我们来看第一段哈，第一段好吗？这个好，教会必永远坚立。跟我讲一次，没有。弟兄姐妹，叫做末后的日子。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从耶稣降生以后，就叫做末后的日子。这是圣经学者所同意的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超过两千年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你要知道，今天已经到了什么时候？已经到了末后日子的末后的日子。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最伟大的时间，就是要来迎接耶稣基督再一次第二次降临。耶稣第二次降临不是生在马槽里面，第二次降临他是带着千万的天使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带着荣耀的这个天上的所有一切的荣耀要降临在这个地上，而且告诉我们说，这地上所有的国都要过去，就变成这地上的国都要变成我主和基督的国。这就是这个讲到末后的日子哈。第二个是第二那第二个就是讲耶和华山。我们先读前面的一段，对不起哈，因为最近呢，这个都是我的弟兄啊，这是昆宏帮我做的，所以我手上都没有哈，那有一点点就有点我会错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3:9，好不好？又使众人都明白，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里的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。神的奥秘这边讲到什么东西？神的奥秘现在在最后的这个世代要使众人都明白，这历代里来隐藏在神创造万物的神里面的奥秘。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知道，那个奥秘不是神秘，奥秘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不是神告诉你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，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奥秘藏在神的心里面，已经从创世以来一直到保罗的时候。现在保罗的意思说，现在借着他的圣使徒呢，把这些东西都彰显出来。那这个安排是什么？第三章10，我们来读哈。为要借着教会，使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看见神所有的一切的焦点都在哪里呢？就在教会的里面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教会不是这个礼拜堂，这个教会就是你，就是我。你看看旁边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教会，你就是教会。看吗？看一下你旁边的多么可爱。弟兄姐妹，我感谢主，不是我一个人哦，我一个人，如果我一个人，这太可怜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我们，我们这一群的人就叫做教会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要借着我们叫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，就是叫魔鬼知道什么？这神百般的智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读下面，这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门应许。弟兄姐妹，这指着我们跟以色列，就是旧约的神的选民，我们跟他是怎么样？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门应许。弟兄姐妹，所有旧约的应许，通通都变成我们的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犹太人看我们是外邦人，你晓得吗？什么叫外邦人呢？就是你跟上帝的租约呢是局外人，你是另外一个国度的，你们是无权无份无纪念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现在耶稣用他的十字架大
打破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跟犹太人一起在神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在教会的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所以教会包括了犹太人，也包括了我们这些他们称作的外邦人。跟着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现在都在一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，我们同门同为二后嗣，就是我们要一起来承受产业，我们同为一体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同门神一切的应许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教会，好吗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教会。你一定要晓得，教会比你想象的更伟大。弟兄姐妹，比教会，教会将来的荣耀是超过你所能够想象的。现在当然 好像还很小哈，我们再看下面教会第二个讲到耶和华的山哈。弟兄姐妹，耶和华的山就是神的山哈，神的山。这是讲到耶和华的山，看起来是很小，但是弟兄姐妹，现在很小。这个教会一开始通就是好像很摇晃。刚刚开始教会刚刚开始只有这个从12个人变成120个人。最后弟兄姐妹，当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，那一天开始教会又开始产生一个爆发的力量。那一天呢，彼得讲完道，那一天教会就从120个人变成了3000个人呢，3000个人。弟兄姐妹，再讲一次道。哦，就有5000个人加进去，马上这个教会就变成万人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上帝，这个刚刚开始就是很小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怎么必胜发达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这个一棵小树是怎么长的。刚刚开始这很小，是不是？但弟兄姐妹，它会不会长？它只要让它长，让它长，它就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我只要让你看见，这就是教会。圣经告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像一颗的芥菜种种在地里面，长起来的时候，芥菜种的种子是百种里面最小的，但是它长起来的时候，可以成为一棵树，成为一棵大树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给神拍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你跟这个有关系，这件事情在讲，不是在讲别人，不是在讲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，他在讲什么？在讲你，讲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太伟大了，是不是？太伟大了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教会现在呢，看起来教会很小，但是弟兄姐妹，终究一天呢，你会看见全世界最伟大的就是教会，就是教会，教会要被建立，它永远建立。那的意思就是说，它是强固、稳固的、强壮的，不会摇动，是永恒的。这世界的事情都不断的被变化了，而且这个、流行来流行去。以前呢、最伟大的就是这个美国跟苏联，是不是？但苏联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面，很多东西都在改变。那以前呢，这个美国哦，它是这个是超强的一个国家，现在呢，很多的国家并不在乎美国讲什么哈，那特别北韩呢，是不是那个胖胖的那个金什么金正恩呢？他根本就不在乎啊，你讲什么，我就发一个飞弹给你看，让你知道我的飞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。那这个美国人就害怕。弟兄姐妹，我小时候，这个大家都在哦，最夯的就是那个 Mickey Mouse 哈 ，Mickey Mouse。弟兄姐妹，后来呢，就没有人在这个什么，就是什么，米老鼠啊，这是什么，太空啊，这那太空飞鼠啊，对，太空飞鼠。那后来就太空飞鼠就成为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弟兄姐妹，我就知道哦，后来看见哦，这现在的小朋友看的东西哦，跟我们以前都完全的不一样。那弟兄姐妹，等到他们长到像我这样的时候，又有另外一批了，说不定那个 Mickey Mouse 又出来了。那所以你看见这一切，这世界常常都是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人现在看不会看好，人会轻看教会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赛克牧师说，总有一天呢，让全世界都会看见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教会，不是市政府，不是总统，不是 Apple。我们中间有一个 Apple 的这个高级的经理啊，不是这个 Microsoft，
弟兄姐妹，教会真的由小而大，由小而大，而且会越来越强壮。弟兄姐妹，最后弟兄们看见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耶稣说的 很好，芥菜种的种子最小，但是长大的时候，它比所有的树都还要大，慢慢的长，慢慢的长，慢慢的长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刚刚开始就像面酵一样，看起来一小团，但是一个晚上，它就可以变成10倍、100倍，这么的大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我们刚刚开始也是非常非常的小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一起是继续走，上帝就让我们不断不断的膨大，不断膨大。2014年，弟兄姐妹是我们教会的第一年，第一年我们只有10个人受洗，第二年2015年我们有15个人受洗，就增加了50%，是不是很多了？是不是？到了2016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30个人受洗，就变成50%的增长了。阿门。弟兄姐妹还是50%呢。到了2017年，就是去年，弟兄姐妹，去年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施洗，你记得吗？我们有多少人呢？有30几个。所以去年我们有62个人受洗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增长，这就是一个倍增，这是一个倍增。弟兄姐妹，2018年，我们向神许愿说，上帝，给我们100个人受洗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人还没有受洗的？弟兄姐妹，4月1号，请你到那边去。你知道这是用黄金打造的，黄金打造的这个受浸池哈。那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我们要相信，这会有100个人，在今年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我也相信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上帝要恩高在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教会很小，但是我们只要一直跟随上帝说，耶稣在地上说，他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教会是谁的？耶稣的。跟你旁边说，教会是耶稣的。马太福音16章16节，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只要了解这件事情，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。今天你有份在这个教会的建造里面，你就是跟耶稣同工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耶稣可以差遣千万的天使去传福音，但是他为了爱我们，他要叫我们有份于在这个建造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等到那个荣耀的教会出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你有份在其中的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你那个荣耀的教会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，那个荣耀教会是有你的一份的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太美好了，是不是？太美好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觉得我们很软弱，但是弟兄姐妹，跟随耶稣吧，我们就是跟随耶稣。你知道跟随这个大卫的那一群人，都是一群呢欠债的啊，或者心里这个反正他有焦虑症或者是什么症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人就跟着这个大卫。弟兄姐妹，当他们也跟着大卫一起做什么呢？就是帮助大卫来得国。弟兄姐妹，最后这一些人呢都变成了大卫的勇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一同来 得这个国。弟兄姐妹，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大卫的勇士，就是所谓的基督的精兵，阿们。跟你旁边说，你要做耶稣基督的基督精兵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教会一定会被面，这会被高举。这是圣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，他会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里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。你知道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，它不是很高，它大概只有2400英尺哈，2400英尺也是蛮高的，但是它不是最高的。那在它旁边有更高的山，黑门山就比它高的更高。但是神没有拣选黑门山，神拣选的是锡安山，并且告诉我们说，众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？所以其实耶路撒冷蛮矮的，所以才有众山围绕它嘛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但是耶和华怎么的眼目常常眷顾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强，不是我们比别人更伟大，乃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神拣选我们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上帝拣选你。弟兄姐妹，谁都没有办法，谁都没有啊，我都被算掉啊。弟兄姐妹，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选到啊？弟兄姐妹，就是因为你选他，他就选你，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知道吗？
你如果你那一天牧师在问要不要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，你一举手你就是被神拣选的。弟兄姐妹，神拣选谁呢？神把拣选的权柄交给谁呢？交给你。弟兄姐妹，因为神太爱你，了解吗？了解吗？所以你要为你的拣选负责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去参加那时候初中的这个校园团契办的冬令会。弟兄姐妹，我就那个讲员讲什么我已经忘记了，但是他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他说要相信耶稣的人请你举手。弟兄姐妹，我那一天就举手。弟兄姐妹，我一举手，弟兄姐妹，我就看见耶稣基督像一只像那个羔羊，像牧羊人，我像那一只羊，耶稣向我招手。弟兄姐妹，那一天一个小孩子这么小，才只有13岁，当我站，他说信耶稣人举手完，最后他说你站起来为你祷告。当我站起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就向上帝说，我就向主耶稣说，主耶稣，我把我一生都交奉献给你，我一生要来侍奉你。弟兄姐妹，13岁的孩子哪知道什么叫全时间侍奉神？弟兄姐妹，但是很稀奇哦，很稀奇。你那一天我看见了我的主，弟兄姐妹，我就把我一生交给他，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一生真是有很多很多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耶稣真是我灵魂的大牧人，他一生牧养我，一直走到今天。我站在你的面前，我这个做一个见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很软弱，但是我的神非常的伟大。是他把我们高举起来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在14楼，你晓得吗？在楼下还有这个3楼、2楼、4楼、5楼、6楼、7楼、8楼，很多的公司都在那边，你知道他们是去年前年买的，所以他们买的比我们贵很多，那时候他们楼上不卖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后来这个房价一跌，就他们要卖，结果弟兄姐妹，他们用高价买到哪里？买到第一层楼，我们用便宜的价钱，我们买到14楼。弟兄姐妹，太奇妙了，对不对？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弟兄姐妹，是神把我们高举起来的，你没有看见站在那边多爽啊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在三楼，我们是在14楼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不久以后，你们会看见最后的那几片的窗子面，你们会看见有一个十字架被竖立在那里，下面会写着耶稣是桃园的神。我们要告诉所有的桃园进来的人，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一条路？是不是进桃园一定要经过那里？是不是？如果开车了，进桃园一定要经过那里。他们会看见什么？看见耶稣爱你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是神把我们高举起来的，神把我们高举起来。但是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不是18楼？我说上帝怕我们太骄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我们起初都是非常软弱，我们都是一群的无关紧要的人，那也人家会笑我们是耶稣迷啊。哦，你大概到教会来的人呢，都是生活太艰难了，为了早一点寄托。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是这样，你不要自卑哦，感谢神哦，感谢神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。刚才我们的弟兄做的见证，是不是？他说这个怀德嘛，哈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一句话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啊！如果你有病，你还不知道你有病，你就完了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有病的人要得到医生。是弟兄姐妹，我是有问题的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感谢主，但是我会越来越健康，我甚至会比你还要健康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很多人就笑这个林书豪，每次出去打球，哦，就要比一个什么什么，哦，比那个干什么？比那个那个比那个那个，我忘记他不要比什么东西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哦，就是他说一切都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上帝来掌管我的打球，我打球是为着上帝的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你可以笑他，你可以笑他，把他笑翻了。弟兄姐妹，神要高举他。弟兄姐妹，那一个球技，他差一点要被他觉得他本来想说，我那一季打完了，我就会拜拜了哈，就拜拜了，我就会被开除。但是他们怎么晓得那一天那一季，神就把他高举，他成为最有价值的球员。
哇，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打到现在，他每一年暑假，他都会回来台湾，就像这些年轻人，告诉那些年轻人，信靠耶稣是真实的，信靠耶稣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今天没有人再敢讥笑这个林书豪的这样子的手势吧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神怎么看呢？世人这样看我们渺小，但是神怎么看我们呢？弟兄姐妹，教会将会成为这世界最重要的，因为神看教会是他所有一切计划的中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其他的都是多余的，其他的也都是暂时的。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读的圣经，上帝要叫借着教会叫天上执政掌权的就是魔鬼。弟兄姐妹，叫天上执政掌权的就是魔鬼，叫他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有一天叫这个神要叫地上有智慧的人惊讶，让他们看见愚拙的人比他们还有智慧，那些刚强的人会讶异这群软弱的人比他们还要刚强，也要叫那些富有的人非常的惊讶，看这一群贫穷的人比他们还要富足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照样神要叫那些有能力的人也要非常的讶异惊讶，叫看见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变成非常有能力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记得耶稣曾讲过一个比喻，但他说你们差不多请客，很多人 都有被请客，是不是？在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正式的餐会里面一定有守卫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守卫？有没有？有吗？哈，那守卫很重要，是不是？那都是最尊贵的人坐在那个守卫的，是不是？那守卫的旁边就是主人，主人旁边就是守卫。那这个犹太人也是一样，犹太人坐席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。那耶稣告诉他说：“你们去赴宴席的时候，不要坐在守卫，要坐在哪里呢？坐在末位。”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大家因为大家都想要这个争那个守卫，所以很多的人到了这个宴会的时候，宴席的时候，他们就去争守卫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不需要去争，你只要坐在末位。”弟兄姐妹，到时候让主人呢看见你，你怎么坐在末位呢？他就把你叫起来说：“哦，我带你到守卫去。”然后到了守卫的地方，就告诉那个人说：“对不起，这个位置呢是给他坐的。”弟兄姐妹，上帝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样，耶稣的意思说，这样你就会得到很大的荣耀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荣耀不是我们去争的，是上帝给我们的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现在我们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无关紧要，是不是？这世界的人选举的人呢，不会跑来我们这边，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无关紧要，我们无关紧要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终有一天他们会看见教会才是最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好像坐在末位，是不是？等到有一天做荣耀的主的降临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他会带着他的教会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会告诉全世界人，宣告告诉全世界人说：你看我的心腹，你看我的教会，你看我荣耀的教会，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这些人通通都要站起来给我的教会来做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你觉得你现在是无关紧要的人吗？弟兄姐妹，可能你现在是无关紧要，你在公司里面你只是一个很小的小职员，你在医院里面你可能是一个很小的这个护士，最劳碌的工作都交给你做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丧气，有一天你的院长会来到你的面前向你鞠躬，请你帮我讲讲话。弟兄姐妹，因为只有你可以跟耶稣讲话，他不能跟耶稣讲话，你了解吗？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看见这个世界上这些有权有位的人，那些坐在首位、坐在主桌、坐在首席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他们通通都要下台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上帝会叫这个总统下来，财政部长下来， Apple 的董事长下来， Apple 的这个什么执行长下来。弟兄姐妹，他们通通下来，
谁去做？我们去做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不是我选择的。弟兄姐妹，他教会一定会被怎么样？被高举过于万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今天基督徒很常是被人耻笑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姐妹别忘记，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，跟随基督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谁是基督徒？就是侍奉基督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身份。所以保罗介绍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我是至高神的仆人。弟兄姐妹，请你看看我，我是谁呢？我就是至高神的仆人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看看你隔壁的人，你告诉他，你知不知道你是至高神的仆人？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看你自己？你怎么看你自己？可能我们觉得总裁、总经理、医生、律师，哦，那是不得了的。弟兄姐妹 ，Yes， 可以，你可以是这个，但是上帝要给你一个最合你身份、和圣经所讲的。弟兄姐妹，就是保罗。他怎么样介绍他自己？他说：“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是奉神的旨意，我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。”保罗，他这样介绍他自己。弟兄姐妹，他没有讲说我是帐篷公司的保罗，我是帐篷公司的董事长，我是帐篷公司的耶稣。保罗是织帐篷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说。弟兄姐妹，彼得也没有讲。我是渔船公司的老板。弟兄姐妹，他真的可以做渔船公司的老板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他没有介绍他自己的时候，他没有说我曾经是渔船公司的老板，他介绍的，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神的仆人，每一个都是这样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说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弟兄姐妹，可见这就是我们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头衔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我也有一张名片，你有没有名片？有名片拿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是主任牧师，下次把我改一遍，改一下，耶稣基督的仆人。那才是最伟大，比主任牧师还要伟大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！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做总经理，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做董事长，我不可以说你不能做律师，不是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最伟大的身份乃是侍奉神的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。最后他说，教会要成为这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教会要成为最吸引人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因为万民都要怎么样流归这山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意思就是说，教会有一天会非常的普遍，许多的人都要跟着去，许多的人会抓着你说，哎，你去哪里？哦，我要跟着去。你说你去教会啊？你去教会在哪里？你能不能带我去？你能不能带我去？弟兄姐妹，有一天人家会这个十个人会抓着你来问你说，这个你的教会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万民就是你这个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国家，许许多的国民。弟兄姐妹，台湾也有很多的民，是不是？哦，有闽南人，还有什么客家人，还有什么人，还有什么人？现在还有一个新住民。弟兄姐妹，很各样各样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他们都要来找你，他们要像水一样很急很快的继续的要涌进上这都要流归这山了。哇，弟兄姐妹太美好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今年受洗一定不会不止100个人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上帝感动我们，叫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这个受浸池。弟兄姐妹，不需要跑到游泳池去，以后你不需要叫交钱了，不要去那边就要交钱，他们很硬这个一块钱都不肯够不肯省。弟兄姐妹，上帝告诉我叫我在这边弄一个做一个受浸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有一天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人受洗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让他空着在那边不用盖起来，我们叫他做一个盖子盖起来，到现在他还盖子还没有来，好像告诉我们说不用盖子了，因为每一个礼拜都要用。
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微小，但是我们的神很伟大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上帝要告诉我们说，这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是不是？还要，他们要怎么样？要登耶和华的山，要奔奔要登耶和华的山。然后下面一句是奔雅各神的殿。登耶和华的山比较慢，是吧？然后他说什么？奔雅各神的殿。弟兄姐妹，刚刚开始是登的，登很慢的，对不对？登是慢慢的上去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有一天会奔雅各神的殿，会有一群人用跑的来聚会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啊！我不要你那么辛苦，还是开车来哈。下面有停车场，后面有停车场，对面有停车场啊！感谢神，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看见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会让这些这个广春城楼下的那些这个警卫哦，在那边他们会看傻眼。这个从广春城这个建好以后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生的景象，有一天他们会看见许多的人在那排队要上来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把荣耀归给他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好像还很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还在建造的过程里面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看一下这个影片我们休息一下哈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感谢神。我只要让你们知道，这就是建造。但弟兄姐妹，感谢神。如果这个房子再怎么样，也不过也就是3年好了，5年好不好？10年也盖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已经盖了2000年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那个会多么的伟大？阿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现在还没有完成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一定会完成，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万国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我们也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在地上，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在这个地上。所以弟兄姐妹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，是不是？那从现在一直到完成，弟兄姐妹还有一个阶段，这个阶段要做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阶段就是要来传福音。这个阶段要做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是，弟兄姐妹，这个阶段我们还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跳过第五哈，帮我打到第五去，好吗？弟兄姐妹，就是委身教会有投资永恒，好吗？第五啊，委身教会投资永远哈，跟我讲一次，委身教会投资永远。第一个就是接受带领，第二个打通通打出来，第二个进入侍奉，第三个。就两个，好，少打一个没有关系。就是委身，
委身教会，弟兄姐妹投资永恒的，弟兄姐妹感谢神。当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把我们的一切就投资在教会里面。弟兄姐妹感谢神，你们我们坐在这边，弟兄姐妹你的奉献，这个为什么这里有一个殿在这个地方，是因为你奉献的金钱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一个奉献的金钱可以存到永远，为什么？这个地方已经被圣别成为上帝的殿。阿们。弟兄姐妹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当我们开始，现在开始做幸福小组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幸福小组？可能有一些人不太清楚，幸福小组的意思就是要来参加我们的小组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要感觉很怎么样，很幸福。你幸福吗？美满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这个电视里面讲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让每一个人进到我们的小组里面，他都会感觉到他非常的幸福，他非常的幸福。所以当他们进来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开始唱什么？什么？真正高兴的见到你，安心欢喜欢迎你，欢迎欢迎。我们欢迎弟兄姐妹，我亲眼看见，我上次在我家，我们家打开，就是有一个新朋友就上来，啊，他门一打开就看见，哇，这边一排就唱这首诗歌，他整个脸先是讶异，然后另外一个表情就是他感动的不得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是这样欢迎他的，难怪他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只有缺席一次，然后缺席的那一次他还赖出来说，啊，我没有办法，这一次这个礼拜我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要加班啊。他说，后来他还是赶来了，他说怎么可以缺席呢？怎么可以缺少我呢？哇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地方变成他非常感觉幸福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让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，今天有七八个，我们也要一样对你说，真正高兴的见到你，安心感激真，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子。我一定要让你觉得你很幸福，你坐在这边你就很幸福，你坐在这里你就是很蒙恩宠。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能够被看重，每一个人都很想能够被接纳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有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希望，让他们来，他们一来这里，他们看见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能够更吸引他，因为只有这里他感受到幸福。阿们。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会信的了，对不对？不需要跟他讲太多。弟兄姐妹，那些人上了第四课，来了四次就发，哎，来受洗，他还不知道保罗，他也不认识，哦，这个大卫他也不认识，他只认识耶稣而已，这样也可以受洗吗？可以，只要愿意就可以。哇，弟兄姐妹，太伟大的一个方式来分享，让每一个人进到教会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已经进来了，不是好好在这边享受，等着坐花轿上天堂。No， 不是的，上帝要使用你，让你变成一个很有用的人。你为他祷告，你不要以为只有晚期可以，你马也赛，你不相信？晚期他奉谁的名祷告？啊，你奉你不是奉晚期的名，那就会差一截，你还是奉耶稣的名。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你可以，上帝会使用你，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别人也可以得到你的幸福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教会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教会不是将来很荣耀，现在很可怜，不是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就很荣耀了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弄这个，让你知道教会就是这么荣耀。虽然这现在还很小，我就要让你知道，小归小，但是小还是很荣耀，阿们。让每一个进来的人就知道，这里有上帝。我们很微小，但是我的神很伟大。
让他们一进来就知道神在我们的中间。阿们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站起来唱拣选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你都是被拣选的。阿们，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上帝的恩膏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都在这个教会，荣耀的教会里面，有权有份有纪念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你的特质跟你的特权。有家赎回我灵魂，你恩典使我被拣选，叫我生命光之长存。声音大一点，声音大一点。救主有我来赢得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接近我，为神做你门徒。救主再见我，去传扬你的爱，以爱拥抱城市，建立的一教会，赐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在你凡事都能。现在如果你有需要，我们为你祷告，你可以到前面来。不管哪一位，你有需要，你可以到前面来。我们带到的朋友在这边，我们继续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出来。上帝要恩待你，上帝要恩待你，要医治你。不管你有什么问题，耶稣都能够解决你的问题。主家赎回我灵魂，你恩典使我被拣选。叫我生命光之长存，求主让我来赢得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接近我，为神做你门徒。求主再见我，去传扬你的爱，以爱拥抱城市，建立教会，赐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，现在为你的家人祷告，你的家人还有没有？还有信主的吗？来，开始，弟兄姐妹，同心开口为你的家人祷告，求上帝让我的家人能够进到在未来的这八个礼拜，他们能够被邀请带他们进我们的十二个小组的幸福小组，让我们得到。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，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求你恩膏在我们的中间，谢谢你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哦，主啊，不要在你面前宣告，耶稣，感谢你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恩待我们，祝福我们。主啊，主啊，把我们的家人都交在你的手中，为我们的家人祷告，为我们的家人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今年是我们的家人归向主的一年。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家人，如果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，你的太太还没有信主，儿子还没有信主，女儿还没有信主，妈妈还没有信主，爸爸还没有信主，我们都可以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求你恩膏祝福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美好的事要在这边发生。哦，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，今年主啊，主啊，每一个家庭都要改变，每一个家庭都要翻转，每一个家庭都要改变，每一个家庭都要翻转。谢谢耶稣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恩膏祝福我们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的中间，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的中间。谢谢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生命果子长存，求主让我来赢得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接近我，为神做你门徒。求主再见我，去传扬你的爱，以爱拥抱城市，建立合一教会，赐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在你凡事都能。为他祷告，你为他祷告。哦，耶稣
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哦，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祝福，让我自己认无认识，我就是荣耀的神的神的孩子。总加赎回我灵魂，你恩典是我的拣选，叫我生命果子长存。救主有我爱你的更多，哈利路亚！上帝正在做工，上帝正在做工，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，在你的家里正在做工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美好的事正在发生，美好的事正在发生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在荣耀的教会的里面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众万民都要归这山，万民都要归这山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主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主用我爱你的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坚固我，为神做你门徒。求主再见我，主传扬你的爱，给我拥抱真实。建立合一家门，赐我信心宣告，在你万事的人，哦主，在你万事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把荣耀归给耶稣。我主啊，我们的教会要成为得人教会，我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主弟兄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神的教会正在往前面走，神的教会正在兴起来，神的教会正在改变这个世界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荣耀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上帝要使用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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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主，愿主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、交通引导，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日子。我们一起说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跟你旁边说，你太重要了，你太重要了，上帝要使用你，上帝要使用你。弟兄姐妹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